这个周末我去理发了，锁好门，下楼，我走到地铁站，搭地铁去理发店。周末的地铁站人不多，我很快就坐上去了，大概10分钟就到了。理发店人很多，我需要等一会儿。等的时候，我在看手机。我先学了一会儿中文。最近我在网上跟小老师学中文，很方便。然后我又在手机上查查晚上吃什么。终于到我了，我的理发师是阿梅，我们很熟悉了。他先帮我洗头，洗头让我很放松，暂时忘掉了烦恼。洗好后，阿梅帮我吹干头发，然后帮我修剪了头发，最后帮我梳好头，我很满意。我看到一位老奶奶，对自己的发型也很满意，拿手机自拍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看到一个遛狗的小男孩，边走边玩的一家三口，还有吃东西的人。我想起来要去买菜，就先去市场了。